啊，是不是？就照啦。好的，超级好，谢谢。
38哦，34分的你说，你要给我九个的掉，七号的呀，这边七七啊，一样好的非常好，74分，哦，好温，好温啦，王海轩91分，今天好假哦，张翰1分，我一起交叉，好，好，汪红玲考得很好，看这个啦。残念，你靠街啦，残念啦，感觉跟老蔡佑林，我这样说啦，太残念，真是那个。我真的很认真，也找机会。吴佩华，蔡念真，哇，为什么你平常的努力，段考都考不出来？陈佩，陈富华考不好。蔡家珍在加分之后终于及格，真的？快点！你可以去看，应该是说你去看一下洪嘉玲的考试，看一下你成绩的前四名。什么叫认真？什么叫不认真？陈富华，你平常，我跟你讲，就一直都没有真的听进去，所以上课反应非常好，应该是70-80分以上，是你去对你而言非常差。为什么会有加分扣分？是因为我们看一下是非题的第二题，是非题的第二题答案是叉。好，我把你圈起来，是因为我还来不及改圈叉，我把你圈起来。来，第二题，24、80、24、86，它是一个数列，没有错。对，所以它数列24、86这样没有错。那因为4-2=8-4，请问这个检查是在检查什么？所以他如果要打圈，应该要把这题改成什么才可以打圈？剩下的叉是？请把该加等差的地方加上去，它才会变等差。知道加哪里吗？他说24、86。他说这是一个数列，数列不一定要有规律。只要有数字排成一列，就叫做数列。然后他做了一个检查，他做的这个检查是一个正确的检查。他用后面的变化，弹变化，就是后面解决的。然后他再用后面的里面八减四，他发现他们两个根本不相等。但是这个检查是为了谁而检查？不是为了检查是不是数列。它已经是一个数列了，它根本不需要检查，了解吗？我随便写一个8、7、7，它仍然是一个数列，不需要有规律，不需要有规律都可以叫做一个数列。它做这个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它是不是什么？它少了两个字，所以这一题是叉。把这两个字补上去，还有10圈，所有人补上去。知道加在哪里吗？有谁不知道吗？所有人都要补上去啊！那所以答案，你说呢？这里答案是叉还是圈？这里答案是叉。最后的数列前面，前面加两个字，这两个的前面加两个字。加在数列的前面。第二题，是非题的第二题，整个你把它看完，这又不是一个数列吗？最后两个字不是写数列吗？在最后这两个字的前面这边补上两个字，
所以你才可以打圈。把自己错的地方看一看。你们有些人比较可惜的是背面的那个，就是语文能力不好，说为什么叫你要多阅读？就是背面的那个对称图形。来，我们看那个第五名，你不是不会。线对称过去，所以第一小题的图会得到这一个，最后的完成品是这个。第一小题的结果是这个，因为它对称过去了嘛，所以整个完整的图是这一个，是这一个图形是对称图形，而不是只有这一块。注意听哦，是这一整个是线对称图形，而不是只有这一块。可以吗？所以第一题的最后结果的图是这个，很像就是，所以你把它涂墨水，你把它涂墨水，你把它对着过去，这边也可以印到墨水，全部被印到了，可以吗？再来，第二小题，它请你不是一个对称轴，可以不是一个对称轴，所以呢，再把它印下来，再把它印下来，所以这边全部都是墨水。再把它印下来，所以会最后完成的是这一个，这一整个全部都被涂到墨水。先把它修正一下，然后答案搞清楚。可以。这一题对的，请去看其他题目为什么你错。这里是二，这里是多少？是啊。所以我这个三角形，我这个三角形。
学里，他唯一的时候，我的高度有这么高嘛？你要高度要从这里看下来，对不对？高度有这么高嘛？对不对？所以二乘四，还要再怎样？除以二。这个有几块？四块。有些人会画图不会算，少数几个是图形画错，不是不会算。所以说这样损失了三千。这一题五分了。啊？这一题四分呢、啊？因为他一开始的过去对啊，其他都是错，就第一小有五分。那这一条可以怎么算？是不是有这个算？算一半的是不是？还可以怎么算？想一下，还可以怎么算？还可以怎么算？好，所谓的四乘四就这个意思，注意哦，注意看哦，对，四乘四，又要高四，哦好，所谓的四乘四，他们的意思是，把这一块摆到这里啊，这一块图上变成是一个长方形，同样的道理，这一块也可以补上。所以他们的四乘四指的是这个高有四，然后这一层高有四，所以确实你也可以直接试试。第一层上好，来把第二个上好写上去。还有呢？还可以什么？算一半就好。啊？不算全部啊，不算全部。先算一半。然后再乘一个。可以。还有呢？第二个上面上去，你要懂得要怎么去看，把它当成平行四边形看会有个困难，就是这条可以算得出来。你把它当成平行四边形，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平行四边形，它是什么形？你们很多人那个填充里有地方写出来。这一个，你说它是平行四边形，对，可是你讲它是平行四边形，讲得不够完整，因为它不只是平行四边形，它四边等长，所以我不会讲它是平行四边形，我会说它是平行。了解吗？你讲它平行四边形没有错，可是你只是讲它是平行四边形，你没有把它的所有的特质全部讲出来，就讲得就不完整这样。最完整的讲法是它是平行。那如果你，但是你是看它，你是把它看成是平行四边形来算面积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那你的意思是说底吗？高在哪里？画给我看，所有人。这个如果是底，这块平行四边形的高在哪里？画给我看，所有人画这个。四条都可以当底。如果我现在说把它当做底，高在哪里？以它为底的高在哪里？请把它画出来。你画高的时候，也有什么讯息要出来？垂直，哎，垂直的话要拉出来。高在哪里？那个不用，不用。以它为底，高在哪里？画的不够正，方法对，但是不够正，没有垂直。高在哪？高在哪？你这个为底的高。
往这个方向拉出来。没有。用这个拉出来的一个分支边形。当我在拉的时候，拉的这个跟这个一样长，就叫做菱形，对不对？我从这里拉到这里，我到底拉了多高？我可以往这边拉，一样的高度，不是吗？我也可以往这里拉，一样的高度，我也可以往这里拉，高度在这里拉，我也可以拉到这里，这些当中高度都一样，全部高在哪？高在哪？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是，我往这里拉，高在哪里？这么高。我往这里拉，高在哪里？这么高。你也可以说这么高，你也可以说这么高。你想要画在哪里都对，只要是这两，这两条是什么东西？平行线。所以你以它为底，高在哪里？你想画在哪里都对，把这个画出来。学习哇！如果你的图已经很乱了，根本没办法画高了，请另外再开一个。所以我刚刚那个图，我也觉得我自己画的已经很乱了，就另外再自己开。Thank you.
不是，除了我们的
那确认度不高，其实有非常低，还是弯的，就很大，这么低，其实没有看起来这么和谐，因为透明的，那么啊，实践，我比该这，其实就看起来不和谐，比该那分不出，他一刀嘛，不切，这个要切，然后切，你看你看，只有老师，我这边比较好做，不接，就一刀切，一刀切，我的刀切就不用那么切，高斩。你就要嘴炮，看到吗？你要教具体啊！对，你要这样，我就像看到吗？要推荐吗？这样子，拆第二个三角这样嘞，一个三角嘞，三角嘞，拆五倍不？拆一下后拆一下嘞，不用吧？我只要我只要，好大，我开玩笑哦。我只要跟你流行，流行这一块。我写给你看，看你知道我怎么算。我再换个方式跟你讲。八乘二啊，比较快啊。你跟那个二乘四步骤很八乘二加二乘。请问我在算什么？他高、哦。我在算什么？什么叫做八乘四？我八乘一四是什么意思？看那版图。八乘一高嘛。八是指什么？八是指哪里？十字形。十字形，好。这一条四是八，可以吗？奇怪了，那我怎么可以乘以四呢？我的乘以四是这样来的。二加二。二加二。八。对这个三角形而言，它有多高？这么高。二这么高而已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一样啊，我用这个当底，这边是不是也有一样有一个二这么高的？我都可以一起了，注意听。因为注意哦，因为他们两个 具有相同的底，具有相同的底，我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已经拉了两公分这么高了，对不对？我另外等一下要算这个的时候也拉了两公分这么高，那不就相当于是我拉了四这么高，图形不一样。我以他来讲，我拉了这么高，以八为底拉了二这么高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以八为底拉了二这么高，对不对？感觉上，等一下我是要把这两块加起来吗？他要把这两块加起来，感觉不就像是我要以八为底，我拉了四这么高吗？总共拉了四那么高吗？因为我这边拉了二这么高，这边也要拉二啊，总共不就拉四吗？所以八乘四。再一次，这一条有多长？有八这么长，对不对？我要算这一块的面积，我就要看看我拉了多高，对不对？那我从哪里来看会有多高？这个三角形有多高？从哪里来看？一定是从这个地方来看，最高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最高的地方在这里，所以我拉了这么高，可以吗？我拉了这么高。你注意看哦，我这边拉二这么高，我这个图形是歪的，所以刚好可以让我这样子。你注意看哦，我对它而言，我拉多高？这个如果是二的话，这个大概三这么高。我要算这一块的面积，我怎么算？用八来讲，我总共拉了多高？往这个方向我拉多高？拉了二这么高。往这个方向我还要拉多高？拉三这么高。我总共拉了多高？直接这样算也可以，一样三角形底层高除以二，把这个画上去，高度不一样，照算。然后这一个，你要先写好八乘四除以二。什么叫八乘四除以二？是因为八乘二加二。为什么二加二？一个拉一个高度二，另外一个地方也拉了高度，我把高度相加，这个是高度，
包固香蕉。为什么高度可以相加？为什么高度可以相加？因为底怎样？因为底是相同的。好了，写好哦。为什么高度？这是不同的高度。为什么高度可以相加？为什么高度可以相加？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它们的底怎样相同。好了，行了。你们应该还记得为什么它会出一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在算三角形面积，我心里面想的是三角形面积。三角形面积是底层高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，前面是在算平行四边形。好好的写好。你要练习用心，练习跟上。宝宝现在就坐着了。
这边也少了一层。最后你扫出来，最后你扫出来叫做底，啊，就说你可以这样想，啊，扫了这么多的面积，可是你很清楚，你算的只是要这一块的，你算的是这一块矩形里面的三角形，相同的高度，但是它要的是三角形，所以你才会底层包被吹掉，这个包起来。Thank you.